陛下说你太吵了，而且还一直弹跑调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虽然只是一个运动士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。要怎么才是温柔啊？我睡不醒的小尾巴，捂着嘴笑在头上吗？拖出去，拖出去！你肯定是害羞了。扔下尾巴，睡不着的小牵挂。轻点儿。我想到你肩膀吗？这眼泪都是牵挂。这就是开心的感觉。他简直不是人！嘿，什么开心啊？分明是坏心，幸灾乐祸。我倒是觉得二小姐就是人有点水，其实还挺可爱的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谁说不是？啊？阿神呐！看得见。